东瞧 VLOG，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陆佳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太饿了，我真的等不及他自我介绍，我们去找一个人吃啊。哎，没有办法试试看这一家，因为今天这雨下太大了，没地方去找东西了。那我们就请陆奖自我介绍一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奖，我一直都有在看韦恩跟包伯的影片，然后看了就太喜欢他们了，所以我前几天在网络上搭讪了他们，然后就变成好朋友，今天就来吃饭啦。包伯也跟陆奖说几句话。对，其实被陆奖搭讪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受宠若惊，因为其实我知道陆奖这个频道就知道一阵子这样，然后我想说应该不想跟我们合作吧，就被他搭讪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就欣喜若狂。然后今天有机会吃饭的话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对，与创作者聚在一起，真的很开心。这个就是传说中日本的女子力。喂，那这次跟那个陆奖吃饭，跟美女陆奖吃饭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我觉得她很温柔，女子力很高，竟然就是夹面给我们吃。对，因为其实通常我们是不习惯被服务的一方面，对，我们是默默付出的一群，对。那住在日本是必备功能的，所以下一次有机会跟陆奖吃饭的时候，他可以帮你夹菜哦。可能没有那么不要。耶、yeah, ，吃饱饭喽！很少跟朋友啊，第一次认识就可以这样狂聊天的。对啊，吃得好饱，可是现在已经有点晚了，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今天下雨下成这样子哦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个夜景啊，去新宿都厅。哦，新宿都厅，我没有去过哎。那就走吧。耶、yeah, ，出发！耶、yeah, ！YouTube 啊 ！YouTube 啊！耶！耶！耶！请问两位小朋友今天来看什么电影呢？我们来看死人。现在要去搭车。来，我们现在还在继续搭电扶梯。哎，这很像一个牵手观音的舞蹈。哎，等。想要前往都厅前。好，那让我睡一站了。你看这么晚了，日本人都还在上班。产业一下，那我们今天就不赏夜景，来赏一下产业的灯光吧。口渴的时候就是要喝这个茶。この番組は綾鷹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看这边，日本不管到哪里都有扭蛋，不管是什么地方都会有扭蛋，连东京都心看夜景的地方都放满了。扭蛋，而且那个面包超人一共这边就有三个。对啊，面包超人，而且还有这个光，这是光之美少女。东京都厅是由面包超人赞助播出。快乐的时光怎么过得这么快？在结束之前，我们请陆奖为我们讲一句话吧。好，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两位帅哥跟我出来看夜景跟吃饭，让我度过非常非常快乐的一天，不然一整天宅在家里超无聊。那大家也要记得订阅还有追踪陆奖的频道哦。我的频道是强运少女日本日记，都欢迎大家来追踪我。我是陆奖，我是韦恩，我是包伯，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